郭校长。没想到你是黄埔军校长。没有电话要是我记得了。谢谢啊，刚才是我俩徒弟烧饼和曹水扬。对，这个特别感慨啊，来的时候都这么大的孩子。对，这一眨眼大小伙子，虽然说是徒弟，老话说得好，师徒如父子，是就跟儿子是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很高兴啊，今天的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哎，做父亲的这份心啊，你是不要来。我跟废话，我是这男的，您把我搁里头了。哎，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干的啊，我是亲的。别正经，别正经，我正经这乾清宫匾后边是你的。不要的，挺好啊。这个让孩子们歇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哥俩来了，又来了。相声就这样，一场一场的。啊，你我们俩从七点就站到十一点也站不住，你也烦啊！观众们瞧着新鲜，看看孩子们，也挺好，老公吗？挺感慨，现如今相声，做商演的，不管是国内国外的，观众们也支持也捧，这当年不敢想象的事儿，当年可没有。一般来说，一个说相声，说一辈子能跟北展演一场，那说山得说到死，大剧场。我们现在拿这跟过日子似的。有事没事这儿演两场演三场，一个月就演一场，是啊，干惯了。关键是观众也喜欢。可您说到岁十年前二十年前说相声那会儿真不挣钱呐，没人看。演一场印象特别深，我们俩演一场给个三十四十，是就对这能打破了脑子，那就争着去。当然那会儿人家无所谓，你说单位找就演，不找就不演，不指着。那会儿咱们真指着几十块钱活着呀，是吗？人家于老师那会儿能拍戏，那时候拍点戏，那会儿说相声没辙，怎么办？都演戏去。对，电视拍个电视剧，拍个什么的，演的什么？编剧部不止有您是吧？那最早的那个《镜花烟雨》里也有他小角色。再后来，人家演了电影了。哦，演电影吗？特产真鲜。在影视圈里边分几个档次。哦，哎，说能演电影了，这是搞艺术，那就是艺术品。一般说拍电视剧，这类演员是为了糊口。谋生，档次更低的情景喜剧，哦，哎，大伙儿说那个不叫艺术，就是大小品，圈里的共识，说能演电影了，那这个演员了不得，搞艺术了吗？我印象特别深，那会儿他，哎呦，完了，咱活不了了，连于谦都演电影了，嗨，当初的话，那会儿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呢，头一个电影，他演的，那叫寡妇。一晃，这是1999。不用算时间，明天就算。我演寡妇啊，你这脑子有问题啊？你怎么能演寡妇呢？就是啊，你演寡妇的丈夫。不用你先等会儿，死鬼啊！我演的怎么死鬼呢？寡妇的丈夫啊，没有我呀、啊，这里头没有你，他怎么能成了寡妇呢？我就落一名儿，合着怎么你？哎呀，有我们这个戏不是以你为主。哦，是以女演员为主，那也得有我呀。丈夫不舒服啊，看病，钱不够了，几经辗转，丈夫去世啊，要这个女的怎么带孩子？是要把孩子拉扯大，日子怎么过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得挣钱，又有坏人，如何如何？是很励志的这么一个片，那还是有我的。第一场戏，就是上坟啊，那女的还是没我呀，这个哭的都不行了，这不用他，这他来，咱先甭说了。上坟那就是死了，那个没有你知道给谁上坟啊？那有头一个画面就是你啊，我坟地碑上有一相片，相片这戏盒就用我一相片，你看刚开始参演都这样，这角色也太小点，一上来给你一大活谁敢呢？第二部戏您就是主人公了，男主角。哎呦，太厉害，一个励志的片子，又是励志，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木，多前卫的名字。男主人公拉着木周游世界，一圈一圈，我演驴呀是吧？墨上伴着俩字儿啊，世界。哎呀，好嘛，连哭都没出，合着这戏拍完了，于老师不吐了啊！对，我转圈转习惯了呢。第三部戏来导演了啊，说这个演个老年人你愿意吗？还没愿意。这个行业里是这样，年轻人敢让你演一上岁数的，是认可你的演技。
那倒是，于世之先生演茶馆的王立方，嘿，从年轻演到死，老掌柜一辈子。为什么呢？嗯，就您演技达标了。好啊，啊，导演说你演一个父亲愿意吗？嗯，很开心。嗯，主人公是个坏小子，外号叫张二狗。哦，就是我那个儿子对父亲不好。嗯啊，然后最后犯了很多的罪恶。哦，哎，公安机关怎么抓的？是这么一个故事。好，你演一个很有慈悲心的老人，劝孩子望子成龙，但儿子不听话，就这个表情，这个状态特别好。这戏的名字叫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失败火急惨案恩仇记》。哎，我怎么那么长的名字呀？小电影不接这片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观众看完不知道什么戏，名字拉不开啊，屏幕显示不了。好家伙，哎呦，这个戏太热闹了，杀尤其这孩子杀害父亲，那还是死的，那哪个后来啊？他把他父亲杀了，剁碎放火烧，哎呦，装在棺材里啊！你想这个情节多么激动人心啊！我的戏怎么样？第一场戏就是刑警队接到报案啊，这还没相片，吉普车就出来了啊！然后警队你出场了啊！我真有我倒叙的手法啊！那就是他一开啊，打开棺材哇，都黑了，就是你，这是倒叙吗？这？这有什么道具？我还没上片呢，这还不如第一个呢。接下来就厉害了，是吗？香港导演找来了，有一个恐怖悬疑片叫《饺子》，这个主人公啊有病有问题啊，哎，把人杀了之后剁碎了包饺子，哎，演了四部，对，找到于老师让我演，哎，这个恐怖片是愿意吗？愿意，演的真好，我演馅儿。这还包在皮儿里头了，那个就我一个，不是你一个啊，还有韭菜呢。哎，这我跟韭菜对手戏。哎，这不是看表情啊，这有什么表情啊？后来这不回来说相声吗？啊，挺好。反正都是搞文艺呗，是吗？观众喜欢就是硬道理。哦，演电影、演电视剧，不管干什么，观众爱看就好。那倒是，有的人爱看电视，嗯，哎，综艺节目、电视节目、电视剧，哦，人有的愿意上电影院看看电影，啊，有喜欢的呀。也有的人喜欢听电台，哦，收音机。现如今电台差着了，嗯，可是你要开个车呢，还离不开电台。哎，节目。过去有这么句话吗？电台是看不见的店铺，无线电。我一直有一想法，嗯。如果给我一个电台，我能把它做得特别好玩。啊，您还有这个想法啊？得多好啊！是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哦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开始。您现在收听的是郭德纲广播电台，这就算开始了。9981000兆，78562000赫，两道算术题嘛，是吧？现在是本台第二套节目，哇，刚才收听的是第一套节目。哎，请您注意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。什么区别？第一套带鸡蛋，第二套不带。好家伙，两套煎饼果子，这是。现在是我们的评剧大观园节目时间，评剧好听。在这次节目当中，我们请到了118岁高龄的评剧老艺人，哎呦，老先生，艺名赛砒霜，老毒物啊！赛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，我们众所周知，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。我们先听一段赛先生的讲话录音，话有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不是唐山人吗？这个，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唐山人，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唐山。别听他的，压根儿就没去过他。从小就喜欢唱评戏，我这个艺名叫赛砒霜。别介绍了，不要误会，这是艺名。对，我本来姓王，叫什么呀？我叫王毒药。好家伙，还是砒霜。我的老恩师是贺先生，他叫贺定红。哎呀，你家的毒药这是。从小就唱评戏，我是可喜欢这个艺术嘞。是的，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传统的老评戏，希望大家听了喜欢。好吧，啊，也不知道要得要不得，什么口音？要得。好，我们听了唐山评剧老艺人赛砒霜先生讲话啊。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赛砒霜先生演唱的评剧现代戏《哦、雷雨似凤》的选段。吓得我呀！
那可怜馅儿啊，就打动了我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是大家喜欢的广告节目时间。谁喜欢这？哎，啊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是我呀。什么话？怎么这样？您的嗓子怎么了？对呀。哎，痔疮。痔疮闹嗓子呀？得了痔疮不要紧啊，欢迎选用德云牌清音丸。不用德云清音丸，使您嗓音清脆悦耳。都不爱的。希望您选用德云牌清音丸。您的痔疮就忍着吧。好，那可不是就得忍着了。咚咚当当当当。这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人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提到江湖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武林界。不错，我们今天要向您实况转播世界武林高手大聚会。有点意思哈，我们选在风景如画的叙利亚。哎，这地方就有点不挨着。各路武林高手代表人物已经各就各位，都谁？我们重申一下啊，今天的比赛点到为止，好，点到为止，这就对，点到为止。少林到，武当到，峨眉到，解放完了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撤！哎，好，别从了，兄弟啊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，现在是我们的交通节目时间哦，欢迎收听全天无绿灯节目。还有红灯啊！请欣赏本台记者在事故多发路段发回来的现场信息。现场的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这里经常发生大，连记者都撞死了。对，信号中断，切回演播室。活没人干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，作为一个老北京，您不喜欢吃点炸酱面吗？炸酱面，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说您不需要点黄酱吗？吃黄酱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说不需要点黄豆吗？黄豆的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需要点黄盘吗？到底什么广告啊？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需要点黄盘吗？谁吃着饭看毛片啊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的歌曲大世界节目时间。听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刘德华。好，刘德华，祖籍广东江门，出生在香港新界，影视歌山西明星，是很多作品脍炙人口，风行天下。好，比如他演唱的《忘情水》，人人喜爱。对，今天请您欣赏刘德华演唱的《西河大鼓忘情水》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修遍了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够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。好，什么玩意儿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热心观众的点播信件。电台的工作人员们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。我是一个热心听众，好，我姓于，我的儿子是德云社的于谦，爸爸。由于他的工作关系，我也喜欢上了曲艺节目，很希望你们多多播放一些曲艺老唱片，是吗？希望你们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祖国曲艺事业。好，我特别喜欢听的小曲儿有《妓女自叹》。妓女悲秋，妓女盼客人，什么美丽的老鸨子等等。希望多多的安排。另外，这个段子是给隔壁王阿姨点播的。我的大阿姨，
以上观点是代表嘉宾的个人言论，本台不负责任。为了弘扬正能量，请收听一段京韵大合《三国演义》战场上，这个好。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，两员将未分胜负，各逞英豪。黄忠收兵，我且不表，父子也会应在气难交。贾政玉坐在了中军帐，他是一阵一阵发急躁。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，见父帅探头大军冲兵脚，气吹长髯人摆摇，威凛凛虎面寒嗔带出怒恼，雄赳赳丹凤眼瞪秦州眉梢啊。好好好，这是个很大的王姐。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？这是广告要啊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意外怀孕不要紧，请到大铁布子医院找佟主任。听着就这么痛快。耽误工作吗？不耽误，不耽误工作。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记住，大铁布子医院佟主任。不用再说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的评剧外行大家唱节目时间。还唱什么节目？评剧是地方戏之一啊，众多的观众非常喜爱这个剧种，很多热心观众自发的一些个演出团体，也有些个很优美的录音。我们今天征集了两位票友啊，一位网名叫谁来弄死我，另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。黄金搭档，两位合作演唱评剧《杨二舍换元》，哎，戏好。一位是青衣，一位是小生，是一位的嗓音高亢有力啊，一位低回婉转，都有特点，请欣赏。哎。王姐，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？还有点别的事儿没有吗？意外怀孕不要紧，去铁棍子医院佟主任。耽误工作吗？不耽误。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又到了观众点播节目时间。电台的工作人员你们好，我姓于。我儿子是德云社的于谦。上次你们播放的战长沙我们非常不满意，强烈要求播送小寡妇上门、老鸨子哭客人、妓女最美丽等节目。另外这次是给孙阿姨点播的啊，又换了。为了以正视听，弘扬正能量啊，我们播放一段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。真跟我爸爸战斗了。奶奶，雪梅，你爹不是你的亲妈。奶奶啊，奶奶爹不是你的亲老爷。废话，咱们姐弟三人本不是一家人呐。乱七八糟，京剧播送完了，这就完了。这奶奶是气糊涂了。王姐，我又意外，我又意外怀孕了，找点别的事儿干去吧。哟，我告诉你三回了，大铁棍医院佟主任。
工作吗？不的，你这样的就别上班了。你打的玩意儿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样的就别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地方戏大观园节目时间，又听戏，请您收听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。顿顿大大大大唱，浪贼雷唱，大虎雷唱。我又意外怀孕了，怎么办啊？我管不了你了，我也怀孕了。